慢慢下降。我的牛尼姑呢？尤尼骷髅，他叫做尤尼骷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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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, I shouldn't call you. 找一找，在哪里啊？在那边啊，童装在那边啊。有婴儿装就表示童装在附近。真的吗？我们找不到，我们找不到，绕一圈了。一直在绕圈圈。对呀，我们一直在绕圈。这里吗？这个吗？这是吗？这不是。哇！再往这边绕，再往这边绕。哎，这边童装有点酷 ，Kids， 这里是。哎，动物最好会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妈妈说你可以买140的了。先看有没有你要的图案呢？这是160的。160太大了，这个是几公分的？这个是你要的图案吗？这个是你要的吗？要找140的。下面。140，对。我帮你拿。有，而且快卖完了，对不对？140的剩好少哦。140的是你要的图案吗？好，这个一件，哦，要试穿一下吗？连裤子一起好了，我们来找一个裤子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动物森友会的裤子在哪里？裤子吗？对。我们跟着那个工作人员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去看，有好多。哇，这里，彤彤，这里是动物森友会的裤子。这个是140的，你一定要看140的。140也可以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对啊，140很受欢迎。你要不要拿两件？拿两件好了，看你要拿一样的，还是要换一个不同图案的？卡住了。哎，这个就140。衣服要不要买两件啊？衣服你有没有别的喜欢的图案的？衣服我好像没有看到。我们去看看。宝可梦它也有哎。有吗？我也要披萨金的，我也要，好多哟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去试穿看看。你帮我找找看有没有短裤。妈妈说我要买一个短裤。你要动物身的吗？大人有动物身的。哎，东东是不是也有动物身的？有啊，有婴儿的。找找看，应该这边有。东东的。我记得那个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我喜欢的图案的。对啊，我拿一个 end 跟你一起去试穿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有 end， 好，我们一起试穿。几件啊？谢谢。好，彤彤先穿。你要先试穿动物森友会的吗？哇，好可爱哟、喔！好可爱哟、喔！缩小腹，我喜欢，我想要。好，我们买这个。那皮卡丘的也试一下。大小 OK 吗 ？OK OK， 非常 OK。这个确定要。好。皮卡丘的。皮卡丘的，要啊，舒服吗？舒服。现在有一点点略大，不过到过几个月可能就会刚好合身了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这没有拉链，这运动裤是没有拉链。你比较喜欢有拉链，你最近要买呢？好啊，买一件，我买一件就好了。
大小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一件很贵哦。这很贵吗？没有很贵哦，300多还是500块？好了，那我买裤子。嗯，买衣服。那我们帮妈妈挑一件，好不好？不帅的。啊？这我们都要。我们再去找一个给妈妈。今天是妈妈的大头菜小猪跟烂掉大头菜。对。这个感觉妈妈喜欢。这个是 and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不是没有大头菜小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到一个生友会的衣服是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哦。彤彤桌子上面的图案是什么？是一个礼貌馆长。好。像你们就可以穿拇指装了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件跟妈妈长得很像。好的，我们买这么多。大概要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们去算钱。在这样不好签，一起拿好了。四川，在四川的地方可以结账。对，好多人在排队哦，我们也去排队，从这边排。小双，我先跟你约一下，我帮你看有没有哪些是会员价哈。好，要刷一下会员是不是？要刷哪里？我的账户。对。Happy Box 信用卡。好，谢谢。我对上了哦，2258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快，小心拿了。好。给你拿，给你拿。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这边请了，谢谢。好开心，端午生的新衣服。端午生新衣服。新衣服。我们今天总共花了2258元。对，总共买了5件吗？是5件吗？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手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嗯？刚刚有一个小妹妹，她要跟我说嗨。真的、哦？嗯。没有买，没有找到东东的。这是 L 的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哎呀，我的也勾上去了，好可爱呀、哦！好可爱，这是我的吗？对，你给妈妈比一下。这个是哥哥，是我的。然后我的是这个，有这个狸猫。我们说这个狸猫是做什么用的？是馆长。就我们导着导那个导览员之类的，嗯，这个是豆梨跟丽丽吗？对，彤彤豆梨跟丽丽，好可爱，而且是绿色的，两个商店的小狸猫，嗯，豆梨跟丽丽，还有，我们还看到有西施惠子，那个是七加九五万，这个也是我的裤子，裤子没有试穿，裤子没有试穿，现在裤子有很多。就直接照身高买140的。对，你看老鹰西施惠。东东，哎呀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豆梨跟丽丽。我还有一件裤子，还有一件，这个还有口袋哎，这也是我的。方方的，也是有口袋的，不口袋。你也喜欢裤子有口袋吗？我也是，可以放东西。随时有什么小东西就可以。然后接下来的是爸爸的，我买一件裤子，还有一件，这个是我的，还有一件，这个是我的。这个怎么感觉很跳痛？皮卡丘，他突然发现有皮卡丘的，他就想说要这个。我本来问他要不要再一件动物生友会的，他看到这个他就说要皮卡丘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爸爸的，这是爸爸的裤子，好穿吗？我有试穿，还不错，打球可以穿，很薄，运动的时候。本来想帮东东也找一件动物生友会的，可是我们找不到。他现在好像因为已经档期已经过了，所以很多都卖完了。我们帮我拿一下小猪。大头菜小猪的已经卖完，大头菜小猪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烂掉的。
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等等，妈妈叫你。动物森友会的卡片，哎呀！我要动物森的。又来了。欺负小孩，你怎么会这样对东东？是谁贴的？是你贴的，还怪我？啊，接下来换彤彤贴一个。不要，贴东西。爸爸做这种。贴，贴是不是要爸爸？对啊，爸爸是毛巾小宝宝。好可爱。